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前往马祖，抢先欣赏第二届马祖国际艺术岛，也推荐给国人更了解马祖。妈祖在马祖，赖清德开心比赞，推荐离岛马祖风光。海就是我的路，装置艺术以金鱼为造型，象征船也象征马祖列岛。它这一艘船的外壳全部都是花岗岩，然后花岗岩上有很多一颗颗小小眼睛，就是在守护着这片海，因为有很多那个碉堡。中华文化总会与连江县政府共同举办马祖艺术岛，透过活动让国际和台湾社会更了解马祖。因为我们马祖除了拜马祖，但是还拜白马祖王，他是就是福建闽王的第三公子。导览过程中，巧遇民间企业出游，赖清德集掌合照，来者不拒，超级亲民。除了欣赏多样作品展演、户外装置艺术，也到马港天后宫参香祈福，祈求国泰民安。赖清德代表总统蔡英文邀请民众登岛旅游，透过艺术视角感受马祖人文、历史、自然风光，细细品尝岛屿的故事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